在在路上，我就给你找地方吗？你等一下，所有车你买是无座号，所有车都现在都对号上车，都有人的。我看不见的，我是瞎子的，盲人的。我说行，你照顾吧，坐哪儿都行。外边出门了，快点，餐车我不去，我不坐餐车，不行的，太冷了。小曼子不是残疾人怎么办？看不见的，眼睛看不见。哎，你们俩能不能发扬风格？那你要去那边坐，别人不愿意。去，快走！你不是残疾人吗？我操你！你能不能走？你能不能走？我不让你安排。你能不能走？你想干啥？那我告诉你那边有座。你告诉你上老底，你凭啥告诉？我说你多大了，大娘？我多大关你屁事！你想强奸的，你想强奸的，你我是老太太，你想干啥？是老太太，所以我尊重，请您自重，离我远点。